这一对新人可以说比较出类拔萃的，比较一直从草根到现在的高度实属不易。他们确实需要一个平台进一步提升自己，特别是需要贵人相助，可以说郭德纲老师堪称伯乐，希望二人越来越好。毕竟能进了德云社的手里没几把刷子肯定不行的。各位，你们遇到自己贵人了吗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